陈意涵当导演倒逼卖，周迅老公来台被撞尿。哎，这位穿着睡衣遛狗的大婶怎么有点眼熟？定神一看，竟然是好久不见的陈意涵。原来这是她第一次自导自演的网络剧《爱情的拉斐尔》的拍摄现场，还找来周迅的老公高胜远跨导演出。陈导的面子果然很大。本刊直击拍摄现场当天，陈意涵化身邋遢宅女，穿着睡衣遛古代牧羊犬，要拍摄不小心扑街冲撞小胜远的戏码。敬业的她光走位就火力全开，不仅帅得逼奶外泄，人仰奶翻，连脚上的夹脚拖都飞了出去，超狼狈的模样让高胜远也忍不住笑场。下戏后的陈意涵依旧不改女汉子作风，大喇喇把裤子拉高，露出玉腿散热。可惜这招对妻管严的高胜远似乎没用。两人当天拍完对手戏后就分道扬镳，即使都撞鸟了，也没撞出火花。据了解，陈意涵对爱剧格外慎重，还会亲自提点指导新人演员。放饭时间也和大家一起在路边吃便当，亲民的和工作人员打成一片。而陈意涵的好人缘也在此时派上用场，据悉将动员演艺圈好友们客串站台，包括彭于晏、陈柏霖、赵又廷等人，让陈导的处女秀超有面子。一周刊，所以客串的也要被撞鸟吗？报道。